有人。自己绑起来，刚才我都睡着了，肯定有人鬼整我。老误会你了，完了完了，解不开了，没时间了。杨妹，不要担心，我有办法，走走我家，拿剪刀剪开就可以了。走。那这样走不好走吗？那我背你没得事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！